闻一多先生是饱读诗书的学者、爱国主义者。那他说过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：那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，爱他的祖国，爱他的人民。那我们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是说，那因为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就是遇害，那我们想要就是更进一步了解的是，那在闻一多先生就是略有遗憾的一生中，那对于教育还有国家不变的理念是什么？那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小问题是关于这个部分。我不想完全按照你们这个。好。我不知道你们对闻一多有没有更多的了解，我简单的先跟你说一下。好。他当然还是清华念书的，是吧？对。他在清华念了10年，其中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容就是你刚才讲爱国的思想。他曾经呢讲过，说我所以爱我的祖国，不仅因为他是我的祖国，而且它有，因为它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中国，所以他对祖国的文化是特别的追求。而且后来呢，就为此他就讲到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侵略，而且文化的侵略更厉害。那么振兴中华的文化，舍我辈去谁堪任之？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干谁来干？他就把他全身心的贡献给祖国，弘扬祖国的文化。而他到了美国之后，留学到了美国之后，第一个遇到的呢，就是种族歧视。种族歧视，从生活上到学习上，处处都是受到了种族白人对华人种的歧视。坐车。这是白人住的地方，是吧？你们不能去。那个商店，这是白人商店，你们不能去。这个，甚至于礼法，有一次，清华的一个同学去了礼法，结果坐在那里，那师傅一个一个叫，这个叫了去礼了，那个礼了。那个人他去的很早，坐在前面，但是通通都理完了，没人给他理吧。清华那个同学非常愤怒，非常生气，说怎么搞的，我来的这么早，你不要，对不起，我们不伺候有色人种，处处是不是很气愤。在这种情况下讲的是，我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，政教，我中华民族除了不会制造枪炮杀人掠财之外，有什么不如他们美国人的？受到这种的歧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真的，他给我。我母亲在我家里头写信，就这么写，是可认输不可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特别想念、热爱的祖国，还是我们的祖国好。他就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忆菊》，想念菊花。因为他去的时候正是这个秋天呢，菊花盛开的时候，美国的花也开了，但是呢，他就想到中国的菊花。哦，
过，这序里头呢就好几段，每一段的开头他说我爱我如祖国的花，我爱我如花的祖国，我每一段开头他都有这么两句，我爱我祖国的花，我爱我如花的祖国。但是呢，到了他留学回国要报效祖国的时候，回到国内一看呢，军阀混战，老百姓饥寒交迫，政治上很腐败，心里非常这个失望吧，他就写了两首诗，不知道你们看过《红烛论诗》是《死水》没有？死水之里有一首诗呢，叫《发现》。发现什么呢？这不是我的中华，不对不对，他的诗里。这是一场噩梦，捶着大地的胸膛呼喊，不对不对，这不是我的，他想这不是我的中华，我所想象的不是这样，就很失望。不是他一首诗叫做死水吗？中国那个时候就是死水一潭，中国那个时候死水一潭，不是那如花的祖国。还有一首诗呢，红烛，就是你们说的他的梦想，叫做一句话，就是他的梦想是一句话，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，祸害的祸，要说出来，一句话能点得着火。就是能把群众的激情燃起来，全中国的人民都能让他着起火来，你一句话能点得着火。什么呢？青天里一个霹雳，咱们的中国，他就是希望，这是我的梦想，有那么一天。一个雷响，反正中国出现了咱们的中国，这不是那些军阀的那些黑暗腐败分子的，像如死水一样的那种，是咱们大家幸福的中国。他是个学古代文学，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大同世界，那个世界就是如何的美好，如何的幸福，大家和谐相处，非常好。这是咱们的中国，我就是要追求咱们的中国。他用诗的语言表达他自己的愿望，为这个奋斗。后来事实也证明，他的一生就是为建设这样一个、追求这样一个，直到最后用生命献身作为代价，是真实的。如果说梦想，咱们的祖国，所以朱自清先生非常理解他这个文学东西。朱自清先生呢，在闻一多去世之后，写了一首诗追悼纪念闻一多，说闻一多就是一团火，把自己燃烧了，从灰烬中间出现一个新的中国，就成为他所追求的那个。